对我的，你知道，不太好看。Hello， 各位 iStyl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我是出去玩的话，我就会尽量的背小。那如果工作因为要带很多大包小包，我就会比较重视容量。我很喜欢那个情人节限定的鞋子，我觉得很百搭，然后但又可以在鞋款上面就感受到恋爱的感觉。我都省小钱花大钱，都不买新衣服，但就买个大包包。包包哦，我很喜欢那个女王系列，有一个黑白色系的包包，我觉得那个就瞬间可以让自己的利落度提升。好，我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时尚就是要比季节再快一季，所以我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一月非常的冷，但是我今天已经穿上了最新的夏天、春天的衣服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特别选这一套呢，是因为我想要给大家一种很轻盈的感觉，所以选了一件很缤纷的洋装，然后在妆容上面也想要配合这只新款的鞋子，就是黄色系，然后所以想要带给大家一些甜蜜的感觉。深蹲吧，对我的你知道不太好看。回家睡觉大师放懒。新年愿望，希望2019世界和平，然后地球健健康康的，大家要爱环保哦。